的屁股那一段。屁股有冷吗？我冷的是末梢，就是脚趾头跟手指头。哇，手指有点冷。哎呦，手指是冷的。这个椅子很暖。令和3年8月18号，抗菌施工季。这椅子很软的，很舒服。很软一点啊。搞不清楚，怎么下面暖起来了？椅子暖起来了。应该是没有加热吧？应该是我自己的体温。这要做蛮久的，现在7的17，17的7。这个速度恐怕跟广东人一样快。就运气不好碰到了强风哦。但是不错了，他还开了。他要是不开的话，那今天的经验就会超级差。那么多的学生都卡在那。这台好像没什么人在做，而且好像没有很高速哎。也因为是强风嘛，他也把这个搞得很慢。通常这种规格就会是那个高速缆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他没有动很快。嗯，的确是要到山上风很难吹。这个拉到多高啊？你说这一台？这台你刚一下拱多了。大概往下50公尺不到，那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去吃啊！哦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台有办法走黑线吗？这台下来的出口好像往左黑线，往右红线，有办法吗？下车的时候瞄一眼，它要是可以往左走，可能可以去到黑线。はい。
讲电话，所以你网络不会通吗？不会通啊。我先打你的网，我先打你的 LINE， 它是不会通的。哦。LINE 那只在原本很作为那只的打手机也不会通。然后你就打 iPhone 我也不能接，因为我在讲这个电话。但是为什么你那个不会通？应该是还是在讲电话，就说问讲手机的时候网络都不通，不管是不是不是我打了网络照样亮，但没有声音。我是打电话，但他好像不是跟我讲你在电话中啊。哦，因为我就是在你的电话中啊。好，走啦，好酷啊！这边就会
硬碰硬的飞起来，比较恐怖。这样脚会很费力。为什么太平了吗？还是很深的吗？脚麻掉了，脚麻掉的啊，所以你要看我转小的是吗？车在哪？
太紧了，卡太紧。对，你要先戴上。嗯。感染防止対策として客車内の換気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。乗車の際は、ハンドルを開けて